再见了，再见明年，再见了明年。再见了年年，年年现在剩50人口哦。啊耶、怎样这一招是很难打啊，中招枪哦，有没有厉害，让我学一下啊，怎么赢你啊？可以啊，你可以，你变中师的人类，我就会输、喔。我打大师人类是不会输的，你知道吗？加加加！哦，贝尔斯。啊，我是哪个？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要750个人才能进 OB 啊？7750。7750，对不对？哦，哦，你想怎样啊？所以我不能 OB 了吗？哦、我们现在有七千七百五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要不要看看？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还有34个人哎、欸，快减34，我尿个尿好不好？好，去尿尿吧，我快睡着了今天。怎么要上厕所、啊？你免上尿尿吧，只要选到重组，你是没有机会的。那我去上个厕所。好、哦，所以现在剩下多少人啊？他是要7750哦，看一下剩多少。7716，哇！7750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有点难。7716。对啊，我觉得有点难。对啊，嗯。7716，看来应该是没办法再加了。哎、欸，我这一台是不是比较不会 lag 啦？跟刚刚比起来，有吧？有比较顺吗？7717。比较顺着，好，我去帮我等一下帮大叔也调一下啊，因为那个退取他白天晚上的那个网路的那个流量好像不太一样，晚上很少。哦，嗯，怎么办？人数不够啊，我觉得可能没办法。看就人家怎么决定吧。七七，因为刚刚已经加了，
已经加了六十，已经加了快七十人哦。被大部分人其实都已经按过，都会都来这边的，过来这边看，其实大部分都按过。没办法、啊，太多人了。真的、哦？是啊。那你知道，那里面只剩瑞斯，你知道吗？只有瑞斯在里面，那、啊、你不是在里面的。那瑞斯可以 OB 就对。好，那瑞斯，你用那个，你用嘴巴转播。那我只好把这画面拿掉了。你先转播现场啊！我现在就是要转游戏嘛。啊？你用讲的，你用瑞斯你就进去用讲的，然后我们就只能看这画面，因为没办法，人数没到啊。你就把那个私讯嘛，我已经放最大了。没有，你就拿起来拿到死年旁边、啊。多两个人呢、欸，哇，看来没什么想看。然后如果说你们他们这样打完，如果他等下出来有到七七五零的话，就可以继续把剩下的看完。不然的话就只能就你就进去当 OB 角。赶快进来，快！瑞恩先进去吧，没办法，太遗憾了，我也想进去，哎，太伤心了。不要不用找我，就瑞克斯吧。我好难过、哦。我已经推荐他了，快！太伤心了。你知道我有多么的难过吗？我也想 OB。你怎么那么傲娇啊、欸？我可以进去吗？他有人教邀我哎、欸，我会进游戏吗？进来啊！真的吗？快点！我进来了、欸，哇，太高兴了！开吧！哦，所以我只能用这画面 是？你赶快开，但是正常的，你说正常画面吗？对。哦。就有大慈大悲哦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游戏画面虽然小了点、欸。你不要看我荧幕哦，我不会啊，我也不看。真的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们转头都是很清楚的哦，你们谁转头？啊？哦，偷瞄哦。哇，这个有点屌，这个哎，十年偷看，妈的，看你就知道了。没有啦，没看了。妈的，咱马上转过去看。妈的，你知道了。超明显哦！他妈要重来，这场不算了。我没看、啊，你放屁！你昨晚没看？真的啦！阿文又看到，你自己看 video 自己就知道了，没看。阿文是放猪，放屁！我怎么知道你什么种族啊？哦，在给笑，死人在给笑，有点屌啊！加一比零吗？来确认一下啊？什么确认一下？像一比零啊？一比零啊？对啊，只能确认一下，因为他这场感觉要赢啊。这场他肯定赢的啊，总不能输啊。要来看看一下种族的，结果到现在不知道时间什么种族。哎呀，干你这样是给他情报不是吗？啊，他肯定赢。哦，张老师的身份哦哦，他肯定赢，然后我肯定不会赢，是敢他已经重组。是啊。哦，九九这个拉农民的时间点明显就没算好哦。哦，那马路这个时候早就把哎、欸、什么？我都别会动脑。对啊，对，我帮你设、欸，我帮你设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因为他白天他晚上的流量不太一样，所以晚上的时候要弄一下。你的农民好傻、啊，教练。你好、啊，你想干嘛、啊？我要开矿啊，我要裸霜啊。这给小。你家有什么东西没有啊？要给小王啊？那十年马上啊！狗吃家瓦斯，我盖矿啊！是假的、啊，真的。在骗，就是还在骗哦。那我裸照哦。但你在给小啊？你在给小没关系啊。这，太白痴。为了赢不择手段，然后你没有矿、啊。哦，十年这个是怎样？我紧张了。难道说又就要输了吗？看你老师的。
嗨，宝贝。哦，抱住我。干！你不要偷看我荧幕啦！我没有偷看啊。哦，是阿伟，你是在乱讲啊？他真的有偷看啊。到底有没有偷看？我刚刚就是在，我刚刚一开始我就看那边看，我就一直看十年的脸会不会转过去。全偷。啊，游戏开始五秒就转了。哎、欸，我有拉农民侦查哎、欸。你刚刚上一场为什么不拉农民侦查哈？人类不用啊，死神侦查。放你妈个屁！真的啦。他上一场也不是死神开啊。啊。十年你说什么都没有用、啊。这是有 VOD 的、哦，这是有 VOD。你要灵感巴士，你刚刚没有转头吗？有啊，就做十下。哈哈哈！哎，这要推一下快。对，哦。我挺好的。今天可以不要再偷看了吗？我不会啊，不看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不看的话，我做十下。哎、欸，好，他看他要做支架，够。那就逃跑，拜托了。然后人类就扁了。逃跑。干、欸、大叔走了，我没有遮蔽物。我挡不住啦！哈，你干嘛？哎、欸，要不要我偷看？我看。他有。我我知道他就是面对着他的脸了、啊。这场根本是史诗级的大战吧？哇，这场我觉得至少会打50分钟以上。哦，这是提示吗？大叔会不会笑呢？哦，这场太精彩了。哦，我没有偷看，没有啊，我都没偷看哦。这场都没有偷看，大家都是正人君子哦。你知道为什么直言要问这一句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会担心自己打输。哦哦哦，这两只工兵，看来是遇不到了。哦，十年运气好一点啊。你在哪里呢？哎，99是不是裸双啊？这张图很少对点的、欸，我打到现在还没有对点。虽然说我一直打了一场。哎呀，哎呀，现在对点我、哦、靠，我忘了，我忘了跟你的视、啊、视角、那个、靠腰。你好。妈，我一直看他们有没有转头，就忘了跟你的视角。喜欢呢、欸。你好。为什么人家裸霜啊？现在死内定很开心哦，舅居然裸霜了。哎呀，看来十年要直接把舅舅打死了。他不打算开矿啦。看着枪兵走过来，舅舅的病还没好。太有趣了。太有趣了。我靠！为什么你敢来打我？哦，这个枪兵真是猛啊！真是猛啊！哎呀，太可惜了。他其实应该可以再杀到一只工兵了。看，十年现在不敢上去了。不是，他知道东边的东西。